哇！今日真系大年初二，非常驚喜啊！我呢，喺維也納嘅超市啊，好不經意地咧執到一包咧，呢、这個睇到啊！大家係大埔製造嘅，好難得嘅出前一丁番茄雞蛋。火腿出前一丁，因为咧冇午餐肉，香港食物，香港情怀，多么爱你啊！呢度好难买到噶，因为买亲嗰啲咧，全部都系咧，嗰啲叫做荷兰制造嘅，吓，俾大家睇下先啊，即系冇呢一只咧。咁香港地道製造，大家嚟去外國嘅時候咧，帶多啲啦，真係唔同味嘅。呢啲咧，啲手係咧出前一丁，調翻轉先。呢啲出前一丁咧，又有麻油味啊，各樣嘢嚇，好似啊，但係咧其實咧佢咧就係荷蘭嘅。好啦，今日介紹咁多，真係實在太懷念啦。香港。